小黄瓜，等我一下哦，我，哦。算了，等一下，晚点，晚点直播完，我马上去把我电脑清一清。我电脑内部充满了蚂蚁，啊！我只是没有把盖子盖起来而已，我电脑现在充满了蚂蚁啊！救命啊！哦，疯了我，好多蚂蚁啊！有没有可以阻止蚂蚁进来的好方法啊？对，这是我朋友在讲，我还不相信。对啊，这我朋友在讲说什么蚂蚁。攻击他的那个，他电线什么的，还在笑他。然后现在马上换我遇到这件事，而且更夸张，他是直接入侵了我电脑主机了。他直接入侵我电脑主机，而且我还被他咬好几下。他不是只有入侵电脑主机，他可以爬到我身上啊！我跟他，我们这边不知道为什么蚂蚁超多，超可怕的。欸，那我们要玩的是 艾戴尔，那它是一款就是跟万圣节有关的游戏，不过现在七月了，完全跟万圣节扯不上任何关系的季节。有啦，勉强扯的关系应该是中元节吧，七月鬼门开的时候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本作包含残酷恐怖的描写，不善的词在玩家请自行斟酌。我现在看到我的硬碟上面爬满了各种蚂蚁，好可怕哦！大小姐，请您动身吧，大小姐。因为今天是个十分美妙的日子，正因为是今年，哦，艾戴尔，他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角了。今天是个美好的早晨，蚂蚁是春风吹又生。老实说，我已经灭了好几次的蚂蚁了，几乎蚂蚁只要一出现，我就想办法把它全灭，不然就把它扫出去外面。它还是一直进来，而且我房间没有什么吃的，为什么会吸引它进来啊？重点是我电脑那边也不会有吃的。既然天气这么好，要不要到哪边散步呢？话说回来，今天的城镇相当热闹呢。这么说，会是有庆典或是什么活动吗？嗯，小姐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来了，艾戴尔不是歌手吗？好死哎，可能刚好同名吧，不然就是这是属于他的故事。请进，没关系，可以进来。嗯，重要的布偶玩具们。这可以存档吗？啊，可以耶。哦，他移动速度好快哦，而且他没有走路的样子，他是只是单纯这样，手放在前方，然后就这样子的走，还蛮可爱的。藏着重要的东西，收藏着重要的东西，重要的布偶。去年把汤里的豆子种在这里，到底？放着各式各样衣服，但现在穿的是最喜欢的。对啊，超可爱，我就觉得很可爱。很喜欢的时钟，泥路制作的，只要打开玻璃的话，他笑了。放着各式各样的衣服，现在穿的最喜欢的一件。小姐早安。哦，他就是刚才送他那个时钟的那一个。还有配音呢，嗯，今天的发型跟平常不一样。前几天父亲大人买的发饰送给我。哦啊，那么因为今天有庆典，所以才戴的吗？嗯，今天有庆典，我不知道。这大小姐感觉完全没在关心外界新闻。哎，小姐，今天什么日子你不晓得吗？嗯，10月31日有什么活动？听不太到配音吗？那我把声音用大声一点。他好像只有一两句会用配音而已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配音。点点点，什么嘛？露出那个表情，只听到蚂蚁的声音，真的假的？不会连我麦克风也被蚂蚁入侵了吧？不可能啊！他怎么入侵的？我看到那只蚂蚁还蛮大的呢。
怎么起笑啊？没事，只是觉得小姐真笨。耳朵？哦哦，阿贝拉耳朵。为什么有人可以用那么可怕的笑，用可爱的笑脸，然后去做那么可怕的事情？耳朵拉耳朵很痛哎。请住手，小姐，耳朵好痛。他们两个感情应该很好哎。蚂蚁没有声音哦，不要吓我啊。有啊，蚂蚁吃东西应该会有吧？很小声，我们听不到而已，应该啊。万圣节，嗯，万圣节 是什么样的庆祝活动？哎，所以说我在问你，万圣节到底是庆祝什么的什么事情的祭礼？这个嘛，就是啊，给来拜访家里孩子们糖果，街上到处装饰南瓜，品尝蛋糕，吃宴席料理等等。我是问你节目的目的。算了，不管怎样，既然是庆典的话，就必须去帮忙。啊，我们再存档吧。为什么我觉得这边画风跟那个有点差别、啊？而且为什么还要离我一格之远呢？是怎样？你在怕被捏耳朵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什么？我、哦、没有。啊，出去喽。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应该有。这里应该很可爱。这边会不会有什么要带出去的、啊？走喽！哦，怎么了？是灯那个玻璃灯碎掉的声音吗？玻璃。或者说明明是今天明明早上的话，林一路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是我的关系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都看不见，正常来说也不可能。可能你们眼睛瞎了吧？有可能啊，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啊。刚才那是啥？嗯？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这不是他们家吗？这不是平常的走廊吗？全部都是点心。哦喂，万圣节是这么回事吗？我可没听说啊。现在说这种话的时候，平常走廊在哪里啊？先回房间。门不见。不知道，真是受够了。怎么办？是梦吗？我已经不知所措了。没关系，你旁边还有一个帅哥可以陪伴你。点点点，还这时候还偷偷微笑，所以代表这是帅哥的阴谋。已经不行了吗？小姐，没事，我们能平安回去。相信我啊，小姐，我可不是摆摆样子的随侍哦。让主人平安无事的回去是我的义务。而且这种感觉确实是万圣节的气氛，对吧？我们再多享受这个乐趣吧。也算是随侍，那个姑且是多余的。嗯，我以为他只是普通的类似那个叫什么保镖之类的，我感觉好像还有另外一重身份，就是太好了，小姐好像恢复精神。恢复精神就是要先存档一下，所以现在这边没有门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我刚才说过装饰在镇上的南瓜，虽然大得有点荒谬，为什么还有脸？谁知道呢？对，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在南瓜上面刻这种图案啊？增添恐怖气氛吗？看起来十分美味，吃下去了啦。无法入口的大小，分批应该可以吧？慢慢吃啊，干嘛一定要一口吃下去呢？姜饼呢？这是装饰在镇上的，没错没错。说起来，小姐，为什么你活到现在都不晓得万圣节啊？因为不怎么出门，对镇上的一切都十分生疏。典型的深藏闺中的千金小姐啊！哎，有一只大熊熊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熊先生。熊玩偶竟然说话了，放心。不管是啥都已经吓不到我了，你听你这样讲反而更让人感到担心了、啊、其实。对啊，我是熊先生。对啊，熊先生肚子饿了。难道你比我还快适应这情况吗？好饿哦，好饿哦，怎么办？如果有什么大小适合适的东西就好了。 Roger，
对啊，请拿来能让我入口大小的食物。对啊，为什么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哦、Shift 也会 ，Shift 好像也是那个类似调查的功能呢。就我刚刚按 Shift， 然后他就突然讲话了。熊先生大小的东西，嗯，这边有吗？这个可以吗？不行，不是。竟然都没有符合了吗？还是这边的？哦，在这边哦，竟然这边可以拿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样的如何？大小也无可挑剔。我明明很在意这点，没事。比起这里得想办法拿到，可以拿这一根吗？不行，所以还是说要拿拐杖糖那一种的。好吧，这边糖果也不能。这篮子好像可以拿，哎，不行。咦，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拿，真的假的？有长棒子之类的东西，这不行吗？除了他们两个都很矮，有没有？总觉得有好多奇怪的服装呢。这些是在万圣节扮装的用的道具，有狼人或魔女之类的。这个怎么样？魔女手杖，连尼禄也摸得到了。对啊，搞不好尼禄还很矮啊，然后那个小姐更矮啊，两个都非常的矮，有没有？这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。拿到了吗？获得糖果瓶子，耶耶，可以前进下一关了。我不想再卡住了，刚刚卡一下，我头会晕倒。我觉得等一下要跑路了，我先站在这边好了，这样我等一下跑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个就行了。对啊，太好了。对啊，这个世界的居民们都最爱吃甜点的哦。对啊，所以像这样把甜点拿过来比较好哦。对啊，啊，谢谢扛蛋。对啊，点心有些太多了，给你们吧。哦，意想不到的机灵熊啊，谢啊。获得糖果，已经不再说话了。好好好，没有追逐战对不对？没有哈、哦。OK OK， 吓死我了。还有我想说有追逐战，我已经准备好绕跑了。嗯，场景又变了，总觉得小姐很开心的样子，可能是因为看到那么多吃的吧。我听说还蛮多人会喜欢吃甜食的，我是还好啦。巧克力，我喜欢吃巧克力。这是，哦，这啥？有点诡异啊。Trick or treat， 不给糖就捣蛋，相当厚颜无耻的节日呢。Trick or treat， 哦，所以要拿糖果。什么声音？好像走掉了。虽然这有点特殊，就是，嗯，刚才玩偶位置有东西是空瓶子。刚刚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？好恶心哦，讨厌那个声音。这是坟墓吗？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边的气氛怪怪的吗？哎呦，那边有南瓜人哎！嗯，南瓜稻草人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南瓜头男士，可以稍微打扰您一下吗？おやおや、かわいいお嬢さん。こんなところで何をしているのかな？哎呀呀，可爱的小姑娘，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这家伙怎么回事啊？装模作样的口气。
我说不是啊，小姐，这家伙怎么看都很奇怪吧，很危险的、啊。我明明什么都还没说，你这样太没礼貌了，你。好吧。我们两个突然被带到这个地方，您是当地人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被带到这里吗？是的，我们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吗？小姑娘，十分困难啊。此处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别的次元。什么意思？这里是一年一次由人类擅自创造出来的，只存在万圣节当日的理想，想象世界。那个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假想的世界。所谓的万圣节啊，是原本死去的人们再回到人世间的日子。所以他们才会一直伪装成鬼怪的样子啊，来骗，要骗过那一些真的妖魔鬼怪。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一个传说，他是这样写的。你一路还对我说是供奉南瓜的节日，或是到处送糖果的日子。小姐，笨蛋，别说那么仔细。你就是你一路。姑且是我的随侍，那姑且是怎么回事？那姑且是怎样？哈、啊，是吗？作为主人还佣人，你们的感情看起来相当好。哈哈，还算可以。不过你觉得这样真的好吗？你认为？能以佣人的身份亲密对待主人吗？这种事谁我们喜欢？反正小姐也不讨厌，对吧，小姐？这种相处模式跟尼禄最相配了，是吗？对我而言，你好像没有做，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作为佣人的自豪，保持着那种心态，我不认为能保护主人那位姑娘。我果然无法和这个家伙沟通。加油，便是这个小姑娘，您也要小心为上。他怎么突然回到这里啊？他是有多讨厌他、啊？抱持着什么心态啊？他该不会尼禄该不会喜欢艾戴尔吧？我呀。哦，这是刚刚的对话。所以再跟他对话一次，还是一样。他不见了。刚刚明明就还在啊。是因为被我对话两次卢凡了，然后就不想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假想的世界。不懂，不懂他们怎么会突然闯进这个世界。这是什么？散发的香味，这不是焦糖吗？旁边还有布丁。先用手搓看看。哦，好烫！焦糖比热水还烫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焦糖比热水还烫。它有血吗？没有那其实没有差吧？有差吗？我先存第三个好了。得到焦糖，是哦，焦糖比热水还烫哦，我真的不知道哇哇哇！那你知道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讲啊，笨蛋！这泥路真的是有甜点，到处都甜点啊！对啊，都是甜点的。这边有那个雪人，试着给这家伙淋上焦糖试试看。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过分的事？因为再下去没什么进展，只能尝试。不要了。先等一下，我要先站个好位置，等一下随时绕跑。你们等等，打算做什么？得到南瓜种子，等一下，我先存档。我突然觉得等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在吃东西的声音。
是我听错了，我刚刚明明就听到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好像就是有人在吃什么东西的声音。种子应该是要种在这里吧？哎，好，道具要自己使用，不能在啊，不能在这使用。啊，不然呢？锄头？难道你想种南瓜吗？那种好了要做什么？小姐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了。虽然还要施肥什么，不过先浇水，然后等个几天。妙蛙种子，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 Pokemon Go 吗？我不能玩啊，潮气哦。不然我也想抓个妙蛙种子皮卡丘来玩玩。等它长出来之前逃出去吧。哪边有水呢？对啊，哪里有水啊？